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太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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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，三个杯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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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，读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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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四，吃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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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，在医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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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6题。6，我会做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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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七，你好，这个电视多少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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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，他妈妈是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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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九，我今天开车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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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，这个衣服太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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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三部分，
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这儿怎么了？这里很多年没下雨了。十一，这儿怎么了？这里很多年没下雨了。十二，再见。好，星期日火车站见。十二，再见。好，星期日火车站见。十三，这些字是你写的，很漂亮。谢谢你。十三，这些字是你写的，很漂亮。谢谢你。十四，不能在这儿睡觉，去里面睡。五分钟，我睡五分钟。十四，不能在这儿睡觉，去里面睡。五分钟，我睡五分钟。十五，这一块钱不是你的吗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十五，这一块钱不是你的吗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，我喜欢狗，不太喜欢猫。他喜欢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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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七，小赵在那儿工作了七年，认识很多朋友。小赵在那儿工作了几年？十七，小赵在那儿工作了七年，认识很多朋友。小赵在那儿工作了几年？十七，小赵在那儿工作了七年，认识很多朋友。
小赵在那儿工作了几年？十七。小赵在那儿工作了七年，认识很多朋友。小赵在那儿工作了几年？十八。你的那本书在桌子上。那本书在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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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十九。下午我不在家，你明天来好吗？他什么时候在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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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二十。他儿子今年二十岁，是个大学生。他儿子多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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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